所有人听令，今晚黑鹰帮的任务就是誓死前去穆家。是。大少爷不用担心，府里请的是最好的接生婆。今晚老爷出关，大少奶奶又临产，真是双喜临门呐。我爹又快出关了，我得先去接他。李叔，夫人生了，马上通知我。是，大少爷。爹，爹，爹，您出关了，恭喜爹，大功告成了，恭喜老爷，恭喜大少爷，大少奶奶生了个大胖小子，老夫闭关修炼20载，出关之日，穆驾天丁。此乃天意呀、啊！几何传于爱孙，望世代延续我们穆家的宗旨，苍天可见。多谢爹。黑鹰帮。小心！他这几盒快走！爹，快走！爹！爹！少爷，快走！爹！少爷快走！少爷快走，爹，走啊，少爷，爹，爹，爹，走啊，别管我，快走，爹，快走，快爹，咱们都来不及了，快走，快走。老爷，快走！老爷，李管家，保护好大少爷和孩子，快走！
少爷快走，左夫人我跟你们拼了，走，走，哎，你们往哪跑？把锦盒交给我黑鹰帮，就饶你们不死。你休想！传言下去，你说锦盒里藏有武林秘籍，因此扰乱武林。天狼谷穆家坠崖遗孤，连同锦盒不知所踪。消息流传，一时风云四起，天狼村顿时聚集江湖各大门派，都欲夺得武林秘籍。鸡呀、啊！不需要，大师素食斋，素食斋吃素。买条鱼吧。每天路过都要问，年年问，月月问，天天问，你不烦我还嫌烦呢，大姐。买条鱼吧。不要大哥，狗肉来点吧，无言。不要大哥。无言，新鲜的蔬菜啊。不需要大爷。哎呀，确定不要吗？绿色食物，各种颜色的蔬菜，我肯定要了。这样啊。韭菜、芹菜、白菜、胡萝卜、白萝卜、土豆、西红柿，全打包了。无言啊，你出手就是客气，你可是天狼村最帅的青年，以后啊，大有作为。哎，哎，我所有蔬菜全都包下，尽量点。我不打折，不打折，不打折的。不打折，不打折。大少爷，大少奶奶，希望你们在天有灵，保佑少爷。如今江湖混乱，少爷又非常任性，一心想成为侠客，为穆家报仇。因此，我一直隐瞒黑鹰帮血洗穆家的血海深仇，就是不希望他卷入江湖纷争。无言，你要时刻联系，为穆家报仇雪恨。
服务员，都什么时辰了，赶紧做菜了。知道了。今天过分了啊！还给我笑是吧？啊，那我就再给你们露一手啊！这个造型还不错吧？啊？是，更帅样了。是，又耍帅了你，站住！你才三岁啊你啊？是，嗯、不，别打脸啊！臭小子，你都多大了，一点长进都没有！我是年年说，老板你年年说，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啊？没人的时候要叫叔，是叔。任何时候都要有危机感，抓紧时间，马上做生意了。你们都看到了，我在素食斋忍气吞声这么多年，为的是什么呀？啊，为的就是练就我这一身的铜皮切骨。此处应该有掌声了吧？无言，你又吹牛！看破别说破嘛，给别人掌声就是给自己掌声。哎，干嘛那么吝啬？是不是？给我一个体面的台阶下有什么不好？跟你们说什么也是白说。不过，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。这千狼村的雾气怎么这么大？哥，这是眼前的蒸包子呢。哎，这多影响交通啊！这万一来个马尾撞了，这怎么办？哎呀妈呀！哎呀，你够人力铺你四千吗？你家里四大人了吗？让开！好狗不挡道，高档酒店你们消费得起吗？兄弟们，喝酒去！哎呀！别，这么嚣张你啊！对，这么嚣张，哥，骂谁是狗？好像是你吧？啊！你狗日，你骂谁了你？你给我站住！看我们，你腿给你卸了，大不了赔点钱不咋的。低调，要不然我们怎么来财呀？哥，我迟早会成首富的，要不我咋叫来财呢？哎呀，你野心这么大！你想一两副啊？哥，包不起。大哥，多一也行。哎呀，多一也行。收婚，我你，我吃素，那不就对了？哎呀，哥，我啥？臭小子。嗯，骂谁了你？哎，小声点，说说，这狗是骂人的。嘿嘿嘿，这个造型挺别致啊。这是我们青田霹雳门帮主不一样。嗯，哈哈哈哈。
还真不一样，你看撒就跟驴皮了一样。有哎呀，他还想动手，这个就是传说中招雷劈的头型。哟，今儿这生意不错嘛。识相的让座。我们威猛帮来了，你们俩识相的快让座。师弟，你是聋了吗？我听得很清楚。那你一定是瞎了。我看得很清楚。那还不识相点？我们单身帮不是吓大的。哎，别冲动，别冲动，我们还是当哑巴。如若师弟，不要那么冲动嘛。哎，那边有位置，随便坐啊。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人间绝版的四大美女？天下门掌门人，强过强创。国色天香，沉鱼落雁，闭月羞花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哥，给我笑脸，给我笑脸。他是在朝我笑。哥，给我笑脸，给我笑脸。坐下，低调。哎呦，干什么？我说是低调，不是高调。什么情况？啊！啊！赖他妈想吃天鹅肉，丢人现眼，赶紧回来！赤火帮胆色过人，佩服佩服。想吃个素，却扫了雅兴。你也单身很久了吧？是。知道啥意思？哎呦，欢迎各位客官啊！来来来，先喝点水。哎，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啊。本人呢是这家素食斋的正式员工，人送外号快手快脚金嘴金牌店小二，欢迎各位光临。啊，哎呦，这位客官气度不凡，气宇轩昂啊，一看就知道是江湖武林大咖。想吃什么尽管点。算你有眼光啊，不愧是金嘴啊。诸位，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贾侠义是赤货帮的帮主，今天来到此处呢，跟在座的武林豪杰来到这的目的那都是一样的，就是为了得到江湖传言天狼谷丢失的穆家武林秘籍而来，顺便呢也提升一下我们赤货帮在江湖上的名望，做一个广告和宣传，献丑啦。哦，赤货帮。嗯，爸，赤货帮。嗯，对啊，没错，吃货帮。啊，我给你设置吃货帮，吃货帮是吃货帮，吃货帮是吃货帮，吃货帮不是。吃货帮。答对了。武林秘籍是我们的，你们这些小喽啰赶紧滚蛋吧。我们得不到的你们也妄想。你们看我手中的斧头答不答应。
想知道穆家当年如何遭遇血洗灭门，请看我看我啊，手袋，你是什么？你这是我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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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。吓死我了，小心，张德母，这个房子到哪儿啊？我怎么没看见？你瞎呀，跟个矮冬瓜一样，肯定看不见。小心，你陆府上下一夜之间被黑鹰帮血洗灭门，江湖上各大门派皆然无动于衷，为了抢夺秘籍，相互之间反目成仇，自相残杀。哎呀，这不仅是穆家的不幸，也是我整个武林的悲哀。乔大侠，您真侠义。里边请。哎呀，我这经费紧张，你得给我打个折呀。好说。哎，听你这口气，好像不像是店小二啊。来来啊，想吃点什么呀？我想吃最贵的。今天就满足你，小二。上你们那儿最贵的韭菜，果然是快手快脚啊！这就是最贵的呀，韭菜啊，如假包换啊！爷，难道您刚才点的不是韭菜？啊，你是弄谁的呢？不是，我们这是素食餐，不开荤的。低调，我要的就是韭菜。你看，来，坐。我们吃素不好吗？啊！等我们飞黄腾达了之后，我天天让你们吃香的喝辣的，好不好？啊！香，辣，都有了。咱哪位财神爷把账给结下？啊！我没钱。啊！哎，这位小哥，我看你一表人才，气宇轩昂，一定不想在这儿待一辈子吧？你不如加入我们的团队，一起劫富济贫，匡扶正义，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儿，怎么样？这可是我梦寐以求的事业，五爷，加油！这可是我的镇店之宝，你们可不能挖走啊！大不了今儿这顿饭我请了。你这个口气，分明是看不起我们吃货帮啊！吃货帮，不就是一盘韭菜吗？你真以为我是乞丐啊？你真以为我是饭桶啊？不过这个话又说回来了，吃不饱饭没有力气，怎么能够劫富济贫、匡扶正义呢？你说将来你想做什么？聂强人选择很重要，江湖险恶。没错。对呀，江湖险恶。但是加入我们青天霹雳门，保你行走江湖，不愁吃喝。对的。吃喝我还是管得起他的。这事儿啊，你可想好了？喂。哎呀，年轻人，人生最大的痛苦呢，莫过于坚持了不该坚持的。在座的都不要走。给我们吃货帮做一个见证，我们不差这顿饭。哎呀，格局很重要，我就不相信你甘愿当一辈子的店小二。对呀，人肉！把我的力气给我交出来！我不懂你们在说什么。人，对呀，我。
啊！你智商有问题啊？咋了哥？没钱不找机会赶紧溜。啊！坐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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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哥！你是嫉妒还是奔丧啊？坐过来。啊！妈呀！我嘴开光了，什么情况？真着火了，真着火了！救我呀！哎、快救我！哎，快来！干嘛？救火呀！加油！哎，快救我呀！回来，看戏。呀！别怕，什么情况？我昨天从天狼谷回村，他们非说我藏着武林秘籍。我的呀！喂，什么情况？着火了！这个黑衣人肯定不是什么好鸟。有他在，好吃好喝的伺候着，秘籍早晚是我的。我的。这个呀，我的。我的，我就我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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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都不一样，都是自己人嘛。这小二自幼无母，他可是我们李家的独苗啊，他可不能踏入这江湖纷争啊。这万一要有个三长两短，可怎么办呢？别怕，看我的！哟，你我我呀，都松了吧？看见没有？你别怕！哎呀！着火了！哎呦呦！站住！站住！还有没有人义和道德了？啊！再折半朵了，跟我一块去救火！沙大侠，您可真仗义啊！多亏您拔刀相助，不然我这小店儿可就毁了。喂喂喂，我在这儿。认错人了。哎呀，您对小店的恩情，我是不枉吃难忘啊！哎，等等，我先打盆水，把脸洗一洗啊。哎，小亮哥，亮哥，留下来不然呢？体力笨重了。我看你还真是不一样，不过得有一个条件。没问题，我要你得到我的秘籍。兄弟们，听到他！小青啊，飞呀！大刘哥，金风大甩卖了！什么呀？我们没得罪，你是别人的保护助手。大刘哥，这个赔钱啊！没大哥，你的钱掉了。赔钱！大姐，千万别霹雳门，给个面子吧！大晚上哪有什么霹雳，关什么门？拿来，滚！
怎么了，小凯摔了啊？让你调戏女子，丢江湖人的脸，活该！关你屁事！吴燕，你好帅呀、啊！我年轻的时候打得比他帅、啊、我也是。都是武林秘籍惹的祸呀、啊！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回去收拾啊！快点！啊！不要躺着装死啊！就这点水准，还想跟我抢武林秘籍啊？累的，等会儿出去。嗯、啊？腰不错呀！关你屁事！这事完不完定了。我的化骨寒冰掌也不是吃素的，伙计们，上！低调，看戏。我们要保存战斗力，目标是武林秘籍。呀！舒服。给我！来，你还真是不一样啊！我的化骨寒冰掌天下无敌！你们眼瞎呀？我不一样，你跟我玩真的呀？兄弟们，给我死里打呀！我给你拼呀！你敢打我？我找你算点账的。看我不跟你玩点暴力的！我那个更暴力的！你个放屁！你个黄鼠狼！我要不用使用杀手锏，就不让我的你别跑啊，不一样，知道我韩队长的厉害了吧？啊，看我这么收拾你，我弄死你！你们真瞎呀！我，瞎呀！你们更瞎，往哪打？是霍帮贾侠义，这笔账迟早要给你算。喂，不要，你别走，你把话给我说清楚，你把舌头给我捋直了。我们不是吃货帮，我们是吃货帮。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这个江湖的纷争啊，跟咱老百姓没啥关系。行，打扫完你也早点休息吧。好，知道了。什么情况？姑娘，碰瓷儿啊？这过分了啊！是不是喝多了？我告诉你啊，吐身上20两啊！我知道我长得挺帅，别太过分了啊！好了好了好了啊，行了，哎，行。
要是去隔壁睡去。姑娘，你这么缠着我，告诉你，我真的会翻脸的，我啊。姑娘，你不能这么占我便宜吧，是不是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这么占我便宜，我万一一紧张一激动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，你可别怪我啊。你要非要开始，那也得从恋爱开始谈起，是不是啊？嗯，我呢，现在不想结婚，不想成亲，不想要孩子，我还有我的梦想没有实现。你打我干什么？我怎么会在这里？我怎么知道？我昨天晚上就不应该抱着你。什么？你？我就不应该救你，让你冻死在外面。恩将仇报。对不起。你干嘛？松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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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对对对，松手！好好好，好男不给你动，松开松开松开！我告诉你啊，这一巴掌我迟早会还回来。服务员，鸡都叫了，赶紧买菜去，干嘛呢？好了，知道了。我消失！最近天狼村来了很多江湖帮派，你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这江湖门派的事儿就没有我不知道的。哎，老哥，打听个事儿呗，这黑鹰帮到底在什么地方？这黑鹰帮神出鬼没的，我怎么知道？你这刚刚不是说了吗？你这没有你不知道的事儿啊！我跟我兄弟吹牛，你管得着吗？是啊，啊，没事了，你们先吃，尝尝刚出炉的包子。哎哎哎！大爷大爷大爷，大爷大爷，我这是小本生意，不能拿呀。大爷是黑鹰帮的人，拿你的东西是瞧得起你，我打死你，还敢跟我要钱？啊！我呀。这黑鹰帮可不好惹啊！就是啊，多管闲事是不是？哼，我是黑，哎呀，黑鹰，哎呀，啊不不不不不不不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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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不不不不，黑鹰帮是吧？啊是是是，啊不不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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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住！黑鹰帮老巢在哪儿？告诉我。大侠，我真不是黑鹰帮的，我就是冒充黑鹰帮来吓唬吓唬人的。哎，这是个冒牌货啊！还假冒的？啊，是是是是是是，告诉。我最讨厌的就是这种欺行霸市的人，别再让我碰见你啊！下一次碰见你一次打你一次，知不知道？是是是是是是是。滚！哎呀，不愧是大侠，对，厉害啊！无言不愧是大侠。好，大王。早上好。真是你们！我饿了，猪蹄儿哦，新鲜的猪蹄儿、哎。猪蹄给我来一个。哎哎，好好好。哎，李大婶，我可不认识他啊，管他要钱。哦，那我们找素食站李老板要啊。嗯，哎，五爷，你这小子眼福不浅呐、啊！你看这姑娘长得多俊呐、啊！对了，姑娘，吃了我的猪蹄儿啊，保证你又白又嫩。他本来就白就嫩。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哎，好好好，大是亲，马是爱嘛。哎哎，来，把我们的猪蹄儿拿走。呸呸呸！不是，把你们的猪蹄儿拿走。啊？哦，不是，是
你们买的竹签拿走。来，姑娘，来看一下我们家老母鸡，来一只老母鸡，我家的鸡也很补的，这鸡可补了，哎，这鸡特别好，我家的老母鸡呀，哎呀，这是可子补啊，这只，我要这只。哎，老板啊，你们家的母鸡鸡冠子长这么好，这是好鸡呀、啊，食肉动物那么能吃，怎么上了车想不买票啊？谁上你了？嗯、啊，怎么回事？哎呀，无言，怎么回事啊？人家昨天晚上已经被他……这不是无言吗？不，没有。人家想买点肉来补补身子，你居然不给我买？哎，无言，你怎么能过河拆桥呢？对呀、啊，你的小脑子怎么过河拆桥了？姑娘，买我家鲤鱼吧，我家鱼新鲜，很补的。买我家鱼吧。什么鱼？老母鸡好。买我家鸡。买我家鱼。我家母鸡补。我家鱼新鲜。买我们家老母鸡。你家老母鸡是这样的吗？我家鱼很补的。你家鱼是死鱼。活的。死的。看，我家鱼是活的，你公母都不分。臭水沟里捞的死鱼。你这是老母鸡吗？我问你一句，你是公还是母啊？我们家老母鸡有鸡冠怎么了？营养好。你公母不分的，你还买什么鸡？死鱼，死鱼。哼，买我家鱼。哎，看我这狗肉也很补的，今天的狗肉很补的。你懂什么？这个时候就要买老母鸡来补。你懂个屁呀、啊！我这是给无言补的。嗯。哦。大哥，你放心，我会对你。算你狠啊！好，老板，全包了。哥，我得走不动了。创业期间要有毅力，不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呢。怎么为我们雄霸武林做准备？要接地气。什么情况？都起来，赶紧起来。哥，接地气吗？今天日子是不是不对啊？要不我们先回去。好。嗯。喂，第七十如梦。哎，等等我呀！等等我，就不能帮我拿点吗？你要累死我呀！我跟你说话，你听到没有？你慢点。你等等我，无言，到哪儿去了这么久啊？哎，客官，我们这儿可不接纳肉类食品啊。叔，我是无言未来的媳妇儿。什么？哎呀，你早说呀！千万别累着了，来、啊，无言，把号出去。不是，我不杀生啊。这，哎呀，赶快拿去，你还废什么话呀？快，拿到号出去，快点，快点。哎呀，姑娘怎么称呼啊？你们俩应该早点结婚生子啊。无聊。无聊。无言无聊。哎呀，这可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。啊。多久了？什么呀？眼光不错嘛。我问的就是无聊啊！我还要为了我的江湖梦想事业而奋斗，要为爹娘报仇雪恨。你爹娘怎么死的？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。当年你爷爷嘱咐，只要我活着一天，你就老老实实给我在这儿待着。你和无聊的亲事，我做主了。踏踏实实的过日子，再也别提报仇的事儿。爸，这帮饭桶又来了，关键时候还给你小子。
哥。啊，无言，不好了，那帮饭桶又来了。快，你快去书去摆平一下吧。叔知道，刚才我的语气有点过重了，很重。别往心里去啊！怎么可能啊？我是那种想要度量的人吗？啊？是是是，叔知道你的苦，叔可是疼你疼到骨头里呀、啊。侠呢侠？哎呀，我想死你了！行行吧，我不好这个，我各位饭桶，各位大爷，今天我给你们金卡优惠，打五折。老板老板，这个打折呢就算了，能不能赊账？毕竟我们是小本生意嘛。哎呀，江湖救急嘛。要不这样，抵押，这头连人带货，管吃就行。褪色了，你这假的也太过分了。哎呀，哎，老板，我最近饭量啊比较少，不怎么好，一顿啊就一桶。那我也冒昧的问你一句，你要是饭量好的时候呢？也就十来桶呗。哎呀，老板老板，这个饭量是可以商量的嘛。不行不行。我告诉你啊，别再赖着我了。快走，行不行？给句痛快话啊！你要是养不起我，我现在就走。啊！哎呀，你给句痛快话啊，行不行的？成交。喂，哎，别别别别别，无聊啊！哎，你可千万不能走啊！叔，哎，我不想活、啊。别别别别别，千万不敢啊，儿媳妇儿！哎呀，可不可？这个呢，就是你的不对了。养媳妇儿，她能吃是好事啊，她又不是天天吃大鱼大肉。我就要大鱼大肉。养媳妇儿呢，开销是大了一点，只要不顿顿吃鸡吃鸭就可以了。我还要顿顿吃鸡吃鸭。嗯，没问题。这种开销也是正常，只要不要经营首饰，反正都是可以商量的嘛。我还要经营首饰。你看我。穿得像个捡破烂一样，没问题。夏大侠，什么情况？啊，你们俩是一伙的吧？无聊，你哪儿都不要去，这儿就是你的家。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？我不想活了。可对身体不好啊，儿媳妇，儿媳妇。你可千万不敢动气啊！啊！大山，你蹲坑呢，下！啊！赶紧走！哥，咱还不叠饭呢吗？人家都寻死觅活了，哪有心情吃饭呀、啊？你有没有点公德心啊？啊！赶紧走！又不是我婆娘吗？一顿不吃你会死啊！真不是我婆娘吗？哎呀！哎呀，那有好吃的？哪里？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，你还真赖到这儿不走了你啊。哥，我真饿。你的猪蹄儿大补，小心噎死。我乐意。师弟，你说他们这样捞能捞到五厘米几吗？你傻啊，你说咱们投资是零成本，坐收渔翁之利，他们找到秘籍咱们再趁机。这河在哪儿呢？这河呀、啊、哎，瞎你眼睛长屁股上去了，在左边。啊，这分明是右边。哼，哎呀，太太，你这是捞秘籍呢还是捞我呢？对不起哥，对不起哥，是时候展示我们赤火帮专业打捞技术的时候了。喂喂喂喂喂。
什么情况啊？我们饿了。我要不是经费紧张，我能让你们挨饿吗？不要在霹雳门面前丢我的人。哥，我们真饿呀，总不能天天吃辣子跟蒜吗？哎呀，捞秘籍，先捞两条鱼填饱肚子再说吧。哎呦，好，鱼吃俩，多捞几条。哎呦，一帮吃货呀！哎呀，无聊，这么晚了还没睡啊？我睡不着。那咱下楼聊聊。好。这以后遇事啊，一定要相互体谅，千万不能冲动，这样对身体可不好啊。从小到大，都没人关心过我。叔，你让我感受到了父爱。那你父母呢？我从小就不知道父母去了哪里。你和吴言一样，真是同病相怜啊。我看时间也不早了，咱也聊了这么多了，你也早点休息啊。嗯。这才配得上我侠客的气质。无言，你要努力啊，不能像这些江湖人士迷失了方向。真的是你，你居然还活着！我穿成这样，你都能认出来是我。你就是化成灰，我也认识你。这十几年，你一点都没变。我这十几年的内功，可不是白练的，李管家。算你命大。没想到你勾结黑鹰帮，编造老爷修炼武林秘籍，故意扰乱武林，让江湖各派相互残杀。你知道的太多了，那死老头根本就没把我当亲儿子来看，所有东西都给了我大哥。老爷入关前就怀疑你心术不正，没想到你勾结黑鹰帮，血洗穆家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这武林早晚都是黑鹰帮的。明日后，
少爷快走！你这个穆家的败类，今天我要为我的爹娘报仇！少爷快走啊！少爷，我要报仇，带着无聊走得越远越好。兄弟，开门啊！叔，开门！快走！叔，叔。你把门打开了。少爷，明是对你管教太严，我对不起大少爷、大少奶奶，我也对老爷对我的错。叔，我不能，快走！救我叔！无言，叔，快走！你要活着，要不李叔就白死了。快走！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这点打击都承受不了，还做什么匡扶正义的侠士？拿什么给李叔报仇？李老板死得好惨啊，从小把他养大。我听我儿子说，他天天念叨着想当侠客，你瞧他那副德行，哪是这块料啊？他这属于你长大了，太好了，笑大了，太棒了。要想报仇，谈何容易？我亲手铲除黑影帮，还有孟阳叔。你怎么杀他们？就算赔上我的性命，我也要去。好，你要真想报仇，我就成全你。跟我走。走啊，去找黑影帮。小心点，可能有埋伏。
有毒，你不要命了？这不是为了救你吗？救人是己任，乃江湖侠客的职责。你又不是侠客，所以我要努力实现成为一名侠客。哎，又来这招啊！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快点，起来，起来。醒醒！哎，你看，你不是不杀生吗？啊，他咬我。其实我一直都有一个心愿，我最大的心愿就是
什么呀？就是，算了，以后再告诉你。行，看看好了呗。你看，哎，少九包，你们两个小夫妻今天不做生意啊？素食斋已经被大火烧毁了，李叔被母鹰哼，这个鸟人我早就知道，幕府祖上呢是有名的正义之师，抵抗外敌。哎，真没想到，除了牧羊肉这个小王八蛋，竟然把幕府变成了收买武林败类的狙击地。等我找到武林秘籍以后，我一定要练成盖世神功。第一件事就是为武林铲除这个败类。对对对，作为穆家唯一的后人，感激不起。啊，小二，你是穆家的后人呐？是，我会亲手宰了穆阳手，还有黑鹰帮。说得好，算我们赤货帮一份，我们跟你一块去。哎，哥，干什么？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我给你说个悄悄话，哥。哎呀，鬼鬼祟祟的，干嘛？哥，专辑的开庭有问题。你胡说什么？有什么问题啊？哎呀，我跟你说，你还不相信？你说，这女的肯定要独吞武林秘籍了，像这个我们抓快抓着武术哥的事。他怎么知道秘籍在什么地方？我。哥，我为你好，你还想打我哩？来来，你往这儿打。行行行，我跟你说，这小子穆家的后代，秘籍肯定在他身上了。我但是把话说错了，你把我头发还得当球踢。晴天霹雳门在此。刘金，秘籍是我的。我说我最开关了，你还不信？你看我是谁了吗？连这个雷劈我都知道了。我，哎。你怎么就按捺不住自己的小心窝呢？冲动是魔鬼，让他们先打着，你们坐享其成。到时候，拿下！哥，我保护你。黑鹰暗器，什么情况？啊！黑鹰暗器，你是黑鹰帮的人，大伙住手！大敌当前，我们一定要团结，一致对外。你是黑鹰帮的人？我。你是故意接近我的，对吧？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我说的话，你信吗？信，你说。我从小就跟父母走散，
流浪街头的时候，被黑鹰帮抓走，接受了训练，成为了杀人机器。我每天只能听命安排，才能得以保命。我的任务就是故意散播武林秘籍的消息，让江湖血雨腥风。只要完成任务，黑鹰帮就还我自由身，我就可以去找我的爹娘了。那他们为什么要追杀你啊？其实我也不过是一个被人利用的棋子，黑鹰帮达到了目的，是想杀我灭口。无言，我宽谅吗？你给我闭嘴！小二，我知道你是真心喜欢他。我没有。真爱，最怕的就是付出。其实无聊他是没有选择的，他也是个苦命的孩子。哈，都到齐了，一个都别想走。哎，别穿灯！你们这帮乌合之众，还想得到武林秘籍？笑话！他谁呀、啊？我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这个人，他就是卑鄙无耻、阴险狡诈、吃里扒外、无恶不作、丧心病狂的畜生木王霸。找死！呀！呀！陆家的锦盒交给叔叔，我可以饶你一条生路。知道你在说什么？这里就是你爹娘抱着你跳崖的地方，还有那个锦盒，我就想知道那个死老头闭关修炼出来的锦盒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。你说锦盒在哪里？什么都没了。不要！爷！哥，五爷，五爷，五爷！只要愿意跟随我们的都是朋友。
我们单身吧，顶呱呱。哼，爹娘怎么死的，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，踏踏实实的过日子，再也别提报仇的事儿。穆小柔，你这个穆家的败类，受你鬼头怪头。诸位，在此美女如云，荣华富贵享之不尽。不过，要是有反对者，就和他们一样。只要你们归顺于我，我幕府就是你们最好的靠山。你放屁！穆家根本就没有什么武林秘籍，这是你勾结黑鹰帮，故意编造出来的谎言骗大家，目的是为了什么？就是为了让武林大乱，大家千万不要相信他。啊，上当了！聪聪师弟，在美女面前不要强硬，我们单身帮的原则是安全第一，静观其变。乳臭未干的臭小子，你胡说什么呢？你永远都不会明白穆家锦河里面的祖训。你害死那么多人，可逼死了我的爹娘，今天让你血债血偿。好，那我就送你去地府见他们。别动，这是他们的家事，谁要是帮忙，我们霹雳门绝不答应。来过吗？我是孙谢家。你不这小子还真有点大侠的风范啊。
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，带我去黑鹰帮的巢穴。好，千万不要相信他。我错了，我错了。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呀？给你们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。我们看看，康松，你赶紧开门，快的，我哥给你设法引你过去。行，喂。千万不要相信他，牧羊绒这个狗东西早就勾结黑鹰帮，我们赤火帮呢就是不愿意和他同流合污，所以呢被他抓起来了。对，民族存亡之时，我们所有武林人士都要团结一致，抵御外敌，这样黑鹰帮的阴谋永远不可能得逞。说得好，这回我们赤火帮终于可以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了，在座的如果不怕死就跟我们一起。黄不正义，低调点，吓我一跳。我们单身帮来也匆匆，不是老总。我们天仙派也不是吃素的。我们威猛帮也不会掉链子。我们黎民也不是吃货。臭小子，我看好你啊。走，老李，小心我打爆你的头。师弟，一会儿见机行事，安全第一啊！啊！这里看起来好恐怖啊！感觉不太对劲，大家小心啊！哦。别跑！黑色是什么东西啊？不会是怪物吧？啊！哈哈哈！你让我跪下！跪下！难道你听不懂吗？是我者杀，你我者亡，不愧是黑鹰帮的，都得死！你放屁！大家不要慌，黑鹰帮没有什么可怕的，邪不压正，只要我们团结起来，就一定能打败他。没错。走，快走！小二，你赶紧去救人，这边交给我。还有我们？哦，对，交给我们去啊！
无聊，无聊，你醒醒啊，无聊，你还没找到家人呢，你心愿还没完成呢，你醒醒啊，无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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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醒醒啊，无聊。你谁啊？干嘛抱着我？流氓！我喜欢你打我，你打我！你进水了吗？你干嘛占我便宜？你醒了就醒了。打你还笑？我没有。脑子进水了吗？嗯，来人！哥，你马斯吧？我是。哎呀，无聊失去了记忆。哎，我要带他去寻找失去的记忆。哎，尘世如潮，人如水，只叹江湖几人。你们都退隐江湖吧。多陪陪家人。哎，就此别过。去哪儿？哎，小二，我还不知道你名字呢。我从小就没有名字，叫我无名就好。侠客无名？哎，这名字好哎。我不一样，回去以后马上解散晴天霹雳门，从此退出江湖。侠义兄，有缘再见。就此别过。告辞！就此别过。喂，夏侠义，我解放了，回去看我婆娘去。我还没宣布解散呢。喂，怎么回事？什么情况呀？师兄，我们退出江湖以后干什么去啊？娶老婆，告别单身。那要是两个人性格不合，整天吵架怎么办呢？我看还是不要娶了，安全第一。师弟，改变不了别人，咱们要改变咱们自己嘛。这单身帮的旗子没用，扔了。扔了？我还想留作纪念呢，也不枉在江湖上走一趟啊。走走走，走你个头啊！咱们单身帮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。给你扔了，扔，走，哎。